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生活取运。我们常常在讲说你八字需要火，那你可以在生活上去取火。那为什么八字它明明呢它是时间的东西，为什么你在空间它却可以使用？答案就是因为十天干跟十二地支它都有所谓空间的这种属性。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可能，不然你的地理方位为什么是用十天干跟十二地支来代表？罗盘上面的二十四山就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其实十天干跟十二地支它除了时间的属性以外，它同时也具备空间的特质。所以当你的八字它是时间属性，在这时候时间上没办法帮他的时候，就可以在空间上去弥补。当然因为它是不同的属性，时间跟空间嘛，有帮助，但是啊它呢不会完全的去取代掉八字的这个时间属性，但是呢最少最少呢可以在你没有运的时候也可以呢帮助你推你一把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八字需要这个五行的时候，请在空间上去使用。原因就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它同时具有时间还有空间的属性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